生气。波比现在还是我所有影片里面点阅率最高。拜托大家帮个忙好不好？那个等到我新 MV 出来的时候，拜托请冲破波比的束缚。不然才有点，虽然说是有因为这样比较红没有错，可是还是有点北宋。好了，我自己那个就是擅自再安口一首啦。这真的最后一首歌了。